看一下照，来看一下这边，这边。来，下一位谁有刮中？请如得一个钢铁人的行动电源。那这个行动电源也非常的精致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完全符合刘执行长的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是从高雄来的贵宾，因为人长得帅之外，他带了钢铁人的盔甲回去。钢铁人的盔甲，他也是行动电源。来，看到没有？有开吗？没有开，开要有一个绿的啊。你有开吗？有啊有。哎，怎么没动呢？谢谢。来，那个。哇，海源是用 iPhone 还是用三星？来，我们也是独得一个 iPhone 的，这是其实算是我们的大奖，因为这个是在 iPhone 专卖店很贵的。那我们把这个是拿来送给各位贵宾，是你 iPhone 底座或者是手机或者是手表都可以挂上去，这样子。来，我们拍个照，来拍个照。被你发现了，对呀、啊。哎呀，人家市占率第一了、啊，谢谢市占率。来，下一位有刮刮乐刮到的是哪一位？举一下手。哇，这个就很厉害了。董事长怎么样？这个很特别哦，就是大家知道为什么 Future City 都送，只送不卖，因为我们送给我们王建民的师母，你看一下，这是在钢铁人身上的那一颗，我知道了，就是那个会亮亮的那一颗，对不对？那一颗反应炉就是钢铁人的心脏。带回去了，它也是行动电源，而且是高安培数。真的太好了。因为其实为什么都一直在行动电源呢？我都体会到大家工作的忙碌，常常出去外面都手机没电。哦，所以我放上去以后没动，你放上去以后怎么动？